高等和普通检定考试，今天上午8点钟开始，分别在台北市立商专、成功中学、开南商工和金华女子国中等4个考区的176个市场举行。报名参加今年高普考的人数一共是15428人，比去年增加了1540人，是历年来检定考试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其中高检报名人数9147人，普检报名人数6281人。